我好想你。你说的嘞？那就就是你，你好，挖土豆，土豆，土豆在哪？看土豆，土豆，这是什么？土豆，炒土豆，煮土豆，土豆泥，土豆块，对不对？土豆，对。哎，哎，怎么没有呢？有没有？很久。有爸爸，姐姐嘞，姐姐嘞啊。来，放那，够不够吃啊？够，够啊！再挖一点好不好？好。就看你有没有，哎，还是有两个。好的。背不起了，来，九九背。还有啊，九九背，你背不起了，九九嘛，好。谢谢，哎，你跟九九装点就会了哈，装点嘞。吐到哪里了，我吃。拿个酒嘛吃了不？嗯，好不好？好。酒酒杯你背不起，好不好？酒酒杯。慢点哈。小妹，你来了。Hello。你怎么就挖土豆肉？太扯了吧！这不在哪里吃的哈？这是哪个小张同学吃的？走，小妹，我们先吃的。你奶奶要帮他干啥子？我奶奶在吃饭。你要帮舅舅洗土豆啊？嗯。舅舅来洗，出去了，乖乖。加入秘密调料。你这个东西乱炒弄哦。烤的嘛，烤上噻。你家赶紧弄个出东西吃。哎呀，放心，家哥，你西洋包呀，你没见过，等我烤出来一吃你就晓得了。大妈，这顿就等他烤熟吃了。不要看那个，你这个工具。不放油嘞。嗯。俺中午就熟了。嗯。今天是头儿了，烤给我给娘子过完。今天我不娘了，我今天给小郑同学送你去。那你那天娘子吃几次娘都没说啊？今天说点土豆，还有点想法啥子？俺们喜欢吃洋芋，今天我是照顾了俺的口味。那你买点别的装也可以，不啦？天都黑了，我早点没忙，明天再没忙，日子还长久不嘛？他比我想的，真的是，我是我不好意思说的。为啥不好意思送你啊？我两个感情好，不介意，可以不？但是他没撇得的，照着你这个样子啊，他又干你多等久。你不要管我那么多，年轻人的事情懂不起。哇，熟了哦！再加一点点辣椒面才有感觉。明天来看明天好。别着急到。不然我什么了？那边还有那么多，你自己烤嘛。今天晚上那就干完了。天都黑了，那点小张喊不出来，我现在都不中管你，你还不中？那白了，就在那儿都黑怕白了没有？可以了啊。你进屋去了，我给我包着汤啊，赶紧儿去嘛。我真的小气，你汤碗端你一道吃啊，我亲自给你我烧点肉就是，我只是我油头喊出来。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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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给俺呀！你好，出来干啥子啊？来，给你送的东西，这是我今天特挖的新鲜土豆，诚意满满，好吃不？味道可以。你晓得土豆除了吃土豆块还能吃啥子不？土豆泥啊。土豆泥、香蕉泥、鱼啊泥，你晓得哪些最好吃不？不知道。我好想你。你说的。你要不要吃啊？不用，你吃。妈妈喂你一个嘛，看你那么可怜的样子。
想吃的样子，不是肯定是想吃。我吃好了就马上就拿去了，小朋友都还没得吃，我都还没得吃噻。谢谢你。出去吃点宵夜吗？不去了吧，我不饿，刚刚还吃了晚饭。那咋子啊？可不可以喝咖啡？下次也就玩。明天我过来接你吗？出去耍。好嘛啦。嗯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你先接你嘛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你慢点哈。好，拜拜。嗯。